小妹妹，不要理他，跟哥哥走吧。什么人？问那么多干嘛？ 感觉了，我优美的身体，没想到本体居然很英俊啊！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！ 阁下莫非是道家大师？哟，不错呀，看出来了。大师，您骨骼惊奇，法术高强，刀法出神入化，一看身手便有种名门大派的宗师风范。试问世间，除了道家的大师，还有谁能有如此修为啊？ 哎，是教主，大师你们是最厉害，最厉害！你小子拍马屁倒是出口成章啊！什么马屁啊？在下说的句句实言，我对大师是敬仰，天日可见。对对对，我们能证明吗？啊！大师。 大师，莫冲动啊！今日之事都是庆祝一个人的错，我们苦劝不听，都是被逼的。还请大师放过小人一马，千万不要错杀好人呐！你们平日里做的坏事还少吗？别狡辩了，拿命来！切，真当我是软柿子？兄弟们，给我上！ 这个臭道士还真厉害！今天这事都是因你而起，春阳，快拿弩来！让你带功，你找威风。别不在。 啊！全死光了！隐身术，急！ 缩头乌龟，有种出来一战！如此欺软怕硬，被吓破胆了吗？哎，
哎，公子啊，那个小道士你认识啊？啊，我年少拜入农家，在朱子都求学时，在道家见过。没认错的话，他应该是道家赤力士林瑶师叔。啊，不会吧？看着比公子还年轻，怎么能当你师叔呢？修道炼气之事素来擅长驻颜之术，你可不要被外表骗了。 春阳，别啰嗦了，跟我来。哦，哦，总有一天，你老娘没教过你，背后不要乱说别人坏话吗？大仙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没用的，我心眼很小。 很记仇的，不要啊！明年的今日，待为你们记得收纸。刚才多亏了阁下，不然那位姑娘恐怕性命难保啊。哪里哪里，路见不平，岂能坐视不管？嗯，年轻人有志气。恕我冒昧，在下看先生眼熟，敢问可是林瑶师叔？ 啊，正是，你，师叔，在下农家弟子姬匡啊，您可记得？哦，原来是你呀，10年不见，长这么高了。哼，果然是那个，啊，银才出众，身手不凡的道家赤力士啊。哈哈哈，哪里哪里。 这个胖胖贵姓啊？哦，竟敢说我胖，是你家粮食了？哦，这是春芽，乃我贴身随从。嗯，哼，啊，幸会幸会。师叔啊，此处人多眼杂，不宜久留，不如寻个僻静之处聊个痛快。行啊，去哪儿？你说吧。 在下的商队在城外废弃驿站歇脚，师叔如不嫌弃，倒是可以去之一叙。好啊，走吧。肚子都饿了。公子啊，唉，逝者已逝，姑娘请节哀。 多谢诸位恩公相救。现在兵荒马乱的，请问姑娘可有去处？我们父女二人家住边境，本想躲避战乱，来穆勒城投奔大伯，怎知大伯早已搬去景川城。我天爷！在下乃六合方姬匡，正好家住景川城，姑娘现在你无依无靠。 若不嫌弃，可与我等同路而行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，如何？是啊，现在的世道这么乱，还是和我们在一起安全一点。多谢诸位恩公，小女感激不尽。啊，姑娘多礼了。 燕姑娘，爹，女儿走了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。林先生，今天遇到的那帮人是什么来历啊？看着很邪乎啊。是杞国人。哦，杞国人。原来是他们。啊，听说这杞国乃非夷妖族所建小国，15年前被纪王诛灭，其残余势力。 一直深藏于杨华山主，清剿不尽。哎，行踪十分诡异呀、啊。晋王在时，他们不敢作乱。现在晋王刚刚战死，他们便暗中在利河附近集结人马，怕是来者不善呢。在利河集结，难道他们要攻打清凉堡？啊、嗯？哎，不然嘞？ 清凉堡就横在利河南岸，难道你觉得他们是来游山玩水的吗？林先生，前面就是了。师叔，这边请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哎呀，挺荒凉的呀。 干嘛不住到城里去啊？乱世多秋，重任在身，城中鱼龙混杂，恐徒生是非啊。嗯，呵，还挺谨慎啊。出来混，谨慎点好。嗯，师叔，这边请。哼。 是杀汝！皇上息怒，我立即清点精锐，前往驿站，为青竹报仇。不可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大事要办。眼下战事紧急，应老乃我军先锋，岂能擅离职守，为丝绸而卸工战呢？皇上，暗杀惩奸这种事。 还是交给我们紫灵卫吧。哼，阁老，你先下去吧，战事要紧，青主之仇，且由强鬼去报吧。遵命，那臣下告辞了。 皇上，青竹已去，注意身子，不要太过伤心。唉，招摇过市，不知收敛，遭此祸端，也是必然。人生无常呢，皇上宽心，身体要紧。 只怕会打草惊蛇。皇上不必担心，兵贵神速，我们早点进攻，或许能趁敌不备，占据上风。嗯。